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欢迎来到第二频道，今天为大家介绍半残的超兽魔神。为什么说是半残呢？说半残还好听了，它是五倍的残，因为我们副队长剑齿虎，他原本就是要来拯救超兽魔神的，但现在拯救不到，原因是我们队长技能出了 bug， 他对于合体他没有办法吃到这五倍的火属性增伤，所以我们这队自然就没有增伤而言了。但是这队唯一有的就是我们剑齿虎提供的两倍生命力，所以让这队的生命力看起来很狂，仅此而已。好，话不多说，直接来打地狱级试试看。我们就来看看被剥夺掉五倍增伤的超兽魔神到底还可不可以存活下去吧。好，第一关随便消一消哦，打得痒痒的。不过我们合体你就知道了。哎，那我再洗一回合好了。我们合体你就知道了。五万七的血量啊，各位，太夸张了。最浮夸的火队队长。接下来兼具浮尸开下去，轻松碾压没问题。好像是在念什么宣导的政策的口号。不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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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去了。不不不不不不，没错，这队虽然没有五倍，但是他追打倒是很多，各种特效，各种浮夸的特效在这边。好，每回合都要看那个，不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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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没有五倍还蛮狂的，还蛮狂的。说真的，这个真的还蛮厉害的。没有了五倍，我们剩下的只剩梦想了吗？不，你还有追打、啊！不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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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想干嘛？好，接下来到第三关，下来就这样，躲小点，龙哥开下去，直接把那新珠逼出来。其实伤害还不错，如果再加上五倍的话，那感觉就是要逆天了。大家发现那个真的伤害还不错，对不对？不错的，不错的伤害。好，剑齿虎开，然后接着把那个火珠，木珠给滤掉好了。可是好像那个火珠也会跟着滤掉，不对，我留下来。漂亮！啵啵啵啵啵！哎，大哥，有必要这样吗？太过分了吧！打爆你！可恶！哇，气死了！等一下，这个这样呢？好，射他！超兽魔神！哦！单张已经，这是破百万还是千万啊？没有五倍的伤害，我们依然狂。还是现在其实有十装五倍啊？我已经搞不清楚了，还是我现在脑袋有点乱？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觉得这到底有没有五倍啊？我觉得有，好像有。这个伤害感觉是有。只要合体过后之后就有呢，是不是？不错，但是我们剑齿虎忘记关了，尴尬一波。好，三，洗个技能，反正这对血量太多了，所以洗技能好像没有问题。嘿，那羞辱敌人吧，这血量，快点！某种程度也超过巴龙了。如果巴龙没有主全火的那个队员的话，全龙的队员的话，这个血量是到达不了的。好像有十装五倍，到底有没有十装啊？那官方到底，他不是说下个版本才时装吗？所以他到底时装了没？这个伤害感觉有，怎么会这样？很狂。这到底他到底，我现在好混乱哦。可伤害感觉超狂，狂到一个不要不要的。
哦，现在才100趴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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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扫起来扫起来！我觉得有哎、欸，我觉得真的有100趴。不，我觉得真的有，真的有时装哎、欸，哎、欸，金珠有漂亮。哎、欸，这个伤害，我觉得操纵魔神被救起来了耶，因为我们剑齿虎的关系。太神啦！这个血浪，总算超兽魔神不会再次废卡了，不用每个礼拜都鄙视超兽魔神了。他现在也可以自己很正常的解那个了耶，解关卡了。回复能力也还算可以吧？哇，很暴力耶！好。我来看一下啊，叠个珠子，好过年。来看一下最后的伤害吧。对不起，超兽魔神，误会你了，误会你了。原来你好像有时装呢。如果说这是没有时装的伤害的话，那未免太扯了吧？时装要打单张破亿哦，我觉得有时装啦，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大家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哦。虽然说可以用那个数字去推它到底有没有那个时装，但我太懒了。但是看这个伤害应该是有了，单张千万真的是轻松砍哎、欸。大家也赶快去练自己的超兽魔神吧！那超兽魔神的实战在这边告一段落喽。如果大家想要看到第一手的新影片消息的话，不用忘了点点我旁边的小铃铛。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哦。那我是阿凯，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